移滑动下来，逆上去，扭动一下，拉很远，笔端一点哦，要对准哦，哈，不要看到动作那么远就不对准它。移，这个弦呐，显得有点松啊，松掉了，应该写的很细瘦，然后又写的很宽，面积又给它占得很大，然后重点是它要分得很平均，所以这一个弦大概所有里面的弦字里面写的最不好。我主要它写的太宽了，然后点一样表示五个点，一个点，两个点，三个点，四个点，五个点，然后叶降低，撇，降低，然后它这里该细到粗，两横间隔抓紧，这个是短的，啊，这是降很低的，而且压得很长的，阳。一样用力抹上去，逆上去，逆下来，带上去，弹上去，斜下来，空中，这里要收紧，带上去，点，轻轻的有点饱满，逆上去，滑的，然后细到粗的，加上个瘦劲，哎，起笔，加上一点粗细，哎，哇，他每次这里都会缺一个口啊。那里有翻动的动作，然后这里是比较重的。好，阳，撕撕的起，撕起要注意向中间，向中间或下面这次写的特别窄，啊，这横画，然后下面粘的比较死，圆劲的笔画，撇向外张，点点的好小，然后这个撇不出锋，逆回来。逆回来干嘛？准备接这个笔画，这直的勾，然后这里又翘上去，下来有点扭动，撇下去，直扭动一下，前面落笔以后也是拉动，用力，难得这种有粗粗的笔画，一定要卯起，卯起来写。锁，前面放硬，后面拉动，稍微拉下来一点点。啊，这个装饰的笔法扭的还真大。细到粗，一个露珠状。胃是眼小，然后旁边左边小，右边大。啊，这难得啊，因为有时候楚先生写的时候，这部首的时候写的好大好大，这还算难得。然后这里写的有点断断续续的哦，好像都没有粘住。胃，这里其实有刻过两次啊，这里有刻过两次。好，注意间隔距离，细粗到细，细到粗，有变化就可以了。然后胃的话，左边的比较短，然后右边的呢，往右下角捞过去，还要折进来，勾起来比较长。然后讲过两个横画，最好不要写太一致啊。